メリカから来ました。火災気遣いじゃ大好き。うるせえ俺は地球の見殺しか。まだ払いから吹き気ならお前へ描れよ。吹き気ならお前へ描れよ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挑战节奏比较快、动作比较复杂的歌。但是这首歌一旦你上手之后呢，相信我们的小妹妹跳得非常的棒哦。那希望我们所有的粉丝都会喜欢。那在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要给我们有宝宝的粉丝，这是呢我们2020奶嘎嬷的宝宝保佑他平安健康长大的一个安抚奶嘴，有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叫做。Hello， 姑姑所赞助的总共有四个哦，那这个要送给我们有 baby 的粉丝们，那赶快来帮我们分享、按赞哦。那下一次影片我们再见了，拜拜。Die